10月16日下午，人气男团 B2B 在首尔江南的某酒店举行了第二张正规专辑的发表记者会。此次新专辑共收录了包括主打歌《想念》在内的13首歌曲。新专辑的歌曲充满秋日的气氛，加上充满磁性的声音，展现了 B2B 特有的感性魅力。其中主打歌《想念》表达了对分手恋人真挚的想念之情。不仅现场演唱水准惊人，早就展现了创作才华的 B2B 这次的每首歌曲都有成员任炫植、郑义勋、李明赫、申东根的参与制作，成果令人十分期待。不久前发表过两首单曲的陆星材，其中一首还是陆星材亲自操刀。被问到感想时，두곡을발표를했었는데첫곡은이제심은지작곡가님의마레라는곡이고굉장히좀서정적이고가을분위기에잘맞는그런곡이었고요두번째곡자작곡인파라다이스는하도제가재작년부터작곡을시작했다고는했는데한번도이제선보이지못해서이번에야말로좀한번시작이라도해보자해서쓴곡이었습니다진짜작곡잘한다고저희엄마가칭찬많이해주셨어요어머님이인정하면된거죠 B2B 这次回归将和前辈 Highlight 碰面被问到感想时李明赫说굉장히너무좋아요진짜 Highlight 형들은저뿐만아니고다른멤버들도마찬가지인데연습생때부터너무좋아하고존경하던선배님들이셔서이렇게같이활동을할수있다는것자체로너무영광스럽고또이제하이라이트선배님들뿐만아니고이렇게다양한가수들이또다각자의음악을가지고많은이제음악을좋아하고사랑하시는분들한테다양한음악을보여드릴수있다는게가수로서굉장히즐거운일인것같아요감사드리고